最近网络上流传当红舞女星发福的模拟照，蔡依林肿到有三层下巴，甜美的笑容变得和蔼，一副亲切大妈的模样。男友景荣看到了照片一阵惊呼，不过他笑说平常蔡依林就有在运动，应该不会发福成这个模样，如果真的发胖了他也不介意。哇哦，看不太出来是什么照片让景荣一阵惊呼，原来是这张网友模拟蔡依林发福的照片，肿到有三层下巴，一向甜美可人的笑容顿时变成亲切大妈样。如果决定这个变成这样胖胖，你还会喜欢吗？我觉得他不可能变这样子，因为他的生活是很健康，一直练钢管舞之类的，就但如果有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不仅蔡依林，还有林志玲、邓紫棋、Kibi、范冰冰多位当红女星都被网友恶搞，而歌手阿妹则是无辜中箭，零修图的照片也被网友放在一起。女星的外形跟体态一向都是外界的瞩目焦点。再让我拍一下这个，来来，腰身五寸嘛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五寸？最近忙着筹划演唱会的女子团体 SHE 也拼命健身，维持好身材，就怕一个不小心，真的身材走样，成为网友调侃的对象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陈义豪、张元廷，台湾台北采访报道。